我大概在4点多的时候就开始下雨，不过也还好，因为不是大雨，场地现在的状况还非常的棒。这个球捞起来，轻轻一带，自动导航，形成了一支中间方向的安打。凯撒在他前面的落地的安打，林书义敲出了安打。那这一支安打也是他在爆米花的第一支的安打，过去因为上场的时间并不多。打得非常有技巧，这个球因为有变速的效果，已经变慢了，还能跟得上去。是，那这也是林书义呢在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第一次的先发出赛，不错。